似乎尝到了回购的甜头。刚从雷军减持风波中走出来的小米集团也开启了回购战术。9月6日晚间披露，回购798万公司股份，每股价格 24.9 港元至25港元，耗资约 1.99 亿港元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腾讯合计回购了 216.26 万股，占已发行股份的 0.02254%， 初步估算金额超过9亿港元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小米集团和其他互联网科技公司类似，股价从今年 35.9 港元股高点陆续下跌，截至目前，小米集团股价 24.95 港元股，今年以来下跌 24.85%。